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最新消息，在伊朗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了前所未有的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地时间16日晚间发表声明，宣布将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项目实施新制裁。报道称，沙利文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正在与包括七国集团成员国在内的国际伙伴以及美国国会两党领导人协调，已对伊朗的袭击作出全面回应。此外，根据沙利文声明，美方新制裁目标还包括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部的实体。我们预计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将很快跟进实施各自的制裁措施。沙利文声称，对于美方针对伊朗实施新制裁 ，ICU 新闻网评论称，拜登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军事克制，但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正表露出对伊朗进行报复的意愿。据 Axios 新闻网早前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正准备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也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史无前例的袭击。据报道，耶伦将在本周下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的各国财长施压，要求这些国家关注可能的制裁工作，并与美国开展协调行动。无人机导弹警报，一夜之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两国紧张局势骤然升级。当地时间14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宣布向以色列目标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称，这是近五年以来伊朗在中东地区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也是伊朗首次从本土直接打击以色列。袭击发生后，以方称以色列与美国和其他伙伴捍卫了以色列领土，取得了巨大成功。伊朗军方则警告以色列不得报复，否则将面临更严厉的回击。中东国家，中国、俄罗斯等国纷纷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对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做法，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3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可以被视为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说，伊朗的军事行动是为了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外交场所的侵略，这件事可以被认为结束了。如果以色列再犯错误，伊朗的反应将会严重得多。这是伊朗和以色列政权之间的冲突，美国必须置身事外。